喂喂喂，声音有了吗？喂，声音有吗？声音有吗？声音有吗？喂喂喂，有了是吧？啊，看见看见，有了吧？哈，啊，好，对对对，专业踩点，有了啊。好，哎，我们上一节，我们第一节课，我们完成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逻辑的重构，就是思维方式，就是句子构架。我说过，就是你想突破学渣这一关，靠什么呢？我是专业做这个事好多年了，也就是如何快速在英文这个逻辑上，让你的这个思想建立起来，对吧？你一定是从句开始的，就是先自己体会到我能看懂天下所有的句子。停课，明儿停什么课？什么停课？停课通知，明儿台风，哇塞，你发财了是吧？真开心！我以前上学的时候，就是初中的时候啊，最喜欢就是停电，对吧？晚上上晚自习停电了，哎呀，黑乎乎的一片，啥也看不见了，最开心。那时候老停电，我记得是吧？一停电就上不了课了啊，开始在教室里面做一些在光明之中不敢做的事情，对吧？比如睡个觉什么的。所以我们首先完成这个句子的构架，句子的逻辑，就是你到个什么境界，就是你能发现，哎呀，原来我能看懂所有句子了，哦，只不过单词不认识。哎，先到这个程度。那么我们上一节课做了一个什么事情呢？我们发现，就是从基础逻辑来讲，中文和英文的构架上，他们的主干是一致，状语是一致的，然后呢，剩下通通都是颠倒的，对吧？然后颠倒完之后呢，内部的顺序都是倒过来的。各位记得不？其实我们第一节课啊，其实最核心的就是完成了这个体系，这个过程。不要看那个课表上的东西啊，别管它。第一节没上，可以上这个，估计够呛，跟不上了就听去补视频啊，补视频。所以我们第一节是完成了这么一个体系的构架，它能帮助我们去干什么事情呢？能帮助我们去写正确的句子，或者能够看懂句子，对吧？比如说我举个小例子，各位看看啊，就这个，这句话，第二句，你看啊，第二句这是真题的，就是高考的真题阅读的。Nitrogen dissolved in his blood is suddenly liberated by the reduction of pressure. OK, 你会，对啊，不懂单词很正常，先完成这个句子的框架。OK, Nitrogen, 氮气，对吧？谓语是哪个呢？动词只有它， is liberated, 被解放。OK, 被谁解放呢？被这个玩意儿， by the reduction, 减少。所以这句话的主干呢，就是氮气被减少解放，对吧？氮气被减少解放，好好听啊，抓紧时间进入状态，进入我这个思想体系。OK, 主干是一致的，然后呢，剩下通通都是颠倒的。各位记不记得？所以什么氮气呢？后面这一块应当倒叙之后放到氮气的前面，放这里来吧。什么氮气啊？被溶解的，在哪溶解呢？在他的血液当中，看见没有？所以说他的中文就应该是在他的血液当中被溶解的氮气，然后被谁解放呢？后面那坨往前倒， by the pressure, 被这个压力所解放。所以说全句是什么意思呢？各位听好啊， come on baby, 是吧？在血液当中的被溶解的氮气，然后突然之间被压力的减少所解放。OK, 单词不认识，找不到左右宾呢，不光找不到左右宾，题也不会做啊，就不用考了，就蓝翔嘛，直接去嘛。什么叫做学渣那个逆袭班？怎么还没听懂我这个逻辑呢？先完成能够看懂所有的框架，然后再来填充单词。好吧 ,OK, 我给大家准备了，已经今天已经弄好了，已经是那个刷词软件的那个卡，让大家去刷第一期，跟他已经弄好了，就是不用花钱去刷去。
然后我们会把词汇这个弄得非常紧，非常紧凑，所以你必须事先完成这个过程才可以，先完成这个思想体系，然后再去解决这个具体的问题。这个我说过嘛，跟那个修房子一样，是吧？先完成这个房子的框架，然后再去完成其他东西。那个别着急，我们会发到群里头的，别着急啊。嗯，好，来继续，继续。那么这个基础逻辑各位懂了吧？基础逻辑 OK 了没有？我说它对我们的作文是不是也有极大的帮助啊？就是写作文的时候啊，是吧？当然可以一起上，没问题啊。对我们写作文是不是有非常大的帮助啊？就这个逻辑框架，嗯，先别提问了，没时间回答。在你出国的，分不清哪个是主语和谓语，你的语文不会这么差吧？不要这么早的就担心自己的这种问题，好不好？这是一个人类基本常识，一句话分不清主谓，你还是个人呢，是吧？这是语文基本常识，好吧？在你出国那些日子，一样的，这个中文英文没有区别，是一样。你不是分不清，你只不过是那个单词不认识而已，记住啊。你不是分不清，你只不过是单词不认识，嗯。一些从没见过的人。嘴里写了很多，今天嗓子不太好，声音说话声音不大，很多可以提高你的演讲能力有帮助的信。OK，假如我们要去写这样一句话，各位看看啊，看一下这句是什么？我们瞎编的了。就是我说过，你一定要把这个框架先把它体会清楚。就是我们在第一节课讲那个体系，如果你没有学过第一节课，那么这节课你根本跟不上。来跟你说啊，我要把这个按我们的体系来走。在你出国那些日子，一些从没见过的人给你写了很多对你提高演讲能力有帮助的信。OK，别着急啊，先完成基础模型啊。那各位告诉我，这句话的主干是什么？根据我们在第一节课所讲的一个体系，你只要能弄懂中文，就能弄懂英文，它是一回事，记得吗？只是一个固定的摆放过程的变化。来。所以说，你会发现，你根本是个就不是找不到主谓宾，你是看不懂单词而已，是吧？怎么会没有主语呢？动作是写信，给你写信嘛，对吧？给你写动词，然后写什么呢？写信，对不对？谁给写信呢？主语是谁呀？谁写信啊？当然是人喽，看见没有？这个逗号就表明前面这个是状语一吧。我们的公式，各位记不记得？那公式我说过，就是公式是固定的。OK，从没见过的是形容这个人的嘛，定语的，是定语啊，白勺的，对吧？写呀，给你写呀，写呀，给你都是个介词短语，对不对？写呀，人写信嘛，人写信嘛，没有从句，哪有从句啊？都一样啊。逗号前头是状语吗？这个同学，你听过第一次课没有？你听过第一次课没有？好，就是主语的动作
就是谓语嘛。你比如说提高也是动词，它就不是谓语，为什么呢？这只能讲语文课了，是吧？因为这句话讲这个人不是讲人去提高，而是人写信，对不对？这个提高的主语不是那个人，好不好？OK，基本常识就是谁做什么事情嘛，好吧？谁做什么事情，人写信嘛，跟我爱你不是一回事嘛，只不过多了定语嘛，一个什么样的我，怎么样去爱什么样的你，不是一样的吗？是吧？好，这个逻辑是固定，对啊，这个很基本的，这是一个人类基本常识，好吧？主谓宾结构是吧？主语就是一句话的主题，对不对？一只狗要撒尿，这句话的主语是谁呀？不会是尿吧？而是那个狗嘛？OK，谓语就是要撒嘛，撒什么呢？宾就是尿嘛，好吧？这个人写信和狗撒尿不是一回事吗？对不对？是一样的，只不过前面带定语啦。公式各位记得吧？就是上节课讲的公式各位记得吧？是吧？学渣班不可能讲快，不然怎么去度过这个学渣过程？来，我们看着啊。那么剩下的就是开始导就可以了。首先这个状语一不用动吧，放到原处不动，内部是倒叙的，记不记得？在你出国的那些日子。那么，对考试没有影响，瞎说，当然很有影响啊！语英语就不会了，看见没有，是吧？嘿，就语言是，就是这是种常识性的问题，靠语感是不靠谱的啊！在你出国的那些日子，我们是不是先说那些日子啊？如果你不能够迅速把一个句子的主题找到的话，那么你写英文或者你写英文就会出很大的问题。那在你出国的那些日子，先说在那些日子吧。OK，In those days，在那些日子，看见没有？什么日子呢？你出国，你出国是不是个句子啊？有主谓宾吧？那既然有主谓宾，那就用从句连接词呢？在什么日子是用问了？当什么时候是吧？When you，我既然是以过去的日子，用过去式了。Abroad，OK，In those days when you were abroad，看懂没？别说话，我嗓子哑了，说话说不出来。从句还是一样的，你出国嘛，you abroad，只不过加个词就可以了，连接词嘛。当什么时候就是 when 咯，地点就是 where 咯，其他就是 that，谁就是 who 咯，换个词而已啊，逻辑还是一样的，就是从句的结构还是句子啊，是一样的啦，是吧？当你出国的时候嘛，OK，好，然后继续。在后边，下面我们要写的第一个词是哪个词啊？写哪个？赶快写哪个？请务必要把我们上次所讲那个规则听懂啊！我们今天晚上要进行深化了，是不是？写你这个人呢、啊？看见没有？人是吧？一些人肯定不止一个吧？Some people，什么人呢？从没见过的人。谁从没见过啊？是不是我从没见过呀、啊？是吧？Some people 人从句用 who 咯，我没见过。Who I have never seen，我从没见过，看见没有？然后给你写了很多信，那么这个给你要放到写的后面去吧，继续往后挪吧。这是我们第一节课讲的，记不记得？这个别忘了，wrote to you 很多信，many letters，然后这图往后挪，提高你演讲能力有帮助的，放到信的后面去，先说有帮助的吧。好，有帮助的，你可以用形容词 helpful 或者用从句 that are helpful。你没见过也可以啊，这有歧义嘛，是吧？That were helpful。然后最后，对提高你的演讲能力
然后 to。Your speech ability. OK，完成。各位，这个框架看懂没有？In those days when you were abroad, some people who I have never seen wrote to you many letters that were helpful to improve your speech ability. 哪个词不认识啊？这都是书中词汇吧？哪个词不认识啊？Abroad 不认识吗？出国去了。People 认识吧？这个见过这个词见过没有？People 见过吗？People 认识吧？啊，全都不认识啊！那个 you 都不认识啊！跟我念三遍啊！You you you，你，不要这么就是，哎呀，继续啊。应该都听过上次那个课吧，是吧？这个框架是非常重要的，就先把这块搞懂嘛，就是我们上节课所讲的这个体系。好，这个体系懂了之后呢，我们再来往下进入到这个句子的复杂的变化，它也不会太变化。你看啊，这样子的，在过去写的呀，这个用 are 也可以表示未来有帮助也行，这个。因为没有那个就语境嘛，没有上下文，所以过去和现在这个没法分得很清楚。那么复杂化会怎么样呢？你看着啊，有两种复杂化的模式，两个类型。第一种类型呢，我们把它叫做双黄蛋的模型，这是个什么意思呢？就是。句和句的重叠，我们在之前就是什么叫双黄蛋呢？我们先体会一下双黄蛋的造型。啊，这样的是吧？一个鸡蛋有俩蛋黄嘛。OK，然后这是个什么意思呢？我们给各位看一看啊，双黄蛋的造型。不是并列不变序，这个我们在学的班不讲的，那过于复杂。OK，这句话特别的简单，但是各位去仔细体会，这句话跟我们之前所看的句子有哪儿不一样啊？哪不一样？它不光是两个主语，它本质上也不是两个谓语，它其实是不是两句话多一块去的？I love you 是一个句子吧？看见没有？I hate you 又是一句子吧？是吧？爱可以不去啊，可以多就写全了。矛盾不矛盾？爱恨交加很正常啊，是吧？爱情。不是正确句，当然是啊！你太嫩，同学，你太嫩了啊！当然是正确句子啊！拜托，什么叫真爱？同学，一定是相爱相杀，比如像，单身汪跟关九日这种的，对不对？是吧？很正常。爱的反面不是恨，同学，爱的反面是平淡，好不好？是吧？执子之手，如执猪蹄，这个时候就叫没有爱情了，对吧？嘿嘿嘿。一句话不是只能只有一个主语吗？就是谁告诉你一句话只能有一个主语啊？这 哎呀，这被 Lobby 老师害惨了是吧？一句话可以有无数个主语，我告诉你啊。比如举个例子，小王、小明、小张、小李、小咖、小鸡、小蛋、小鸟、小五。小六、小婷、小格、小明、小飞、大飞、大王、大咖、大鸟、大董、大丁、大力、大响，还有我在一起做游戏，
各位同学，你说这句话有几个主语啊？哎，刚才那个菜鸟听懂了没有？你告诉我刚才那句话有几个主语啊？啊？谁告诉你只能有一个人去嗨呀？我可不可以两个人一块嗨呀？两个人开还不够，我可三个一块去，可不可以呀？既然三个都已经接受了，那个可不可以一群人玩啊？随便，同学们，是吧？一旦底线破了之后就没有底线了，对吧？随便，好不好？所以说，请把这句话转告你个 Lobby 老师，好吧？谁说过一句话只有一个主语啊？扯淡，是吧？来，继续啊。所以，只要爽，啥都行，好不好？同位语，别着急，那还是慌什么嘞？慌什么嘞？你看。那原来主语可以很多，你看，比如这句话，它不光是两个主语，它是两句话的组合，各位发现没有？由并列串联起来的吧？那各位想一想，它除了可以是并列，也可以是转折吧，还可以是因果吧，是吧？还可以是选择吧，还可以是条件吧，是不是都可以？听懂了没有？都可以吧？OK。所以说，这就是第一种双黄蛋，一句话可以是两个公式构成的这种合体，对不对？有点像那个人体蜈蚣，各位看过那个著名的那个，就是青春美好的校园，温情电影吧？大家可以看一看，推荐给大家，是吧？特好的，很励志，可以看一看，特纯情。然后第二种的单黄蛋是什么呢？那个没有动作，根本动不了，单黄蛋，看好啊！来，刚才已经有人猜到了，就这个，I love and hate you。单黄蛋，各位看懂没？各位告诉我这句话是什么的并列啊？来来来，hate 怨恨呢、这是不是两个谓语啊？看见没有？两个谓语吧，是吧？好，这叫单黄蛋，就它还是一句话，它不是两句话嘛。依然还是一句话，但是呢，它有两个谓语了。那各位想一想，一句话可以有两个谓语，那是不是也可以有两个主语啊？那是不是也可以有两个宾语啊？是不是可以啊？甚至可以杂交吧，比如说，我和你又爱又恨。他和他，各位，可以吗？尽管这句话看似挺怪异，但是在逻辑上是不是必然成立的？OK，懂了没？懂了没？我和你又爱又恨他和他，你看，两个主语，两个谓语，两个宾语，对吧？看懂没？看懂没？看懂没？有点复杂，是吧？有点复杂。所以说，各位同学，所以说啊，从逻辑上来讲，英文就是按照这个造型来构成的，由我们那个基础的框架，中英文的主干是一致的，状语义是一致的，剩下通通都是颠倒的。那我们今天就告诉大家。除了这个基本公式之外，你还需要知道，他会把它完整的重播一遍，又来一遍，是吧？然后，另外呢，除了这点之外呢，我们还需要知道，就是他即使不重来一遍，在某一句里面，它的主语会分成两个，谓语也可能分成两个，宾语也可能会分成两个，好吧？它会重叠，
这个叫什么呢？这个如果你学过算法就知道，这是分层的算法嘛，是吧？并列导致的分层。那么它会有什么影响呢？你看看啊，既然会有两个主语或者两个谓语或者两个宾语，那么是不是意味着在后边各自会带有定语啊？各位听懂了没有？是吧？是不是各自往后带啊？就比如说，老王和老关撕逼了，OK，你看这句话，主语老王和老关，对吧？孤独的酷哦，你上节课来了没有？我们上节课讲过了，请你一定要跟全课啊，就是什么是主谓主谓宾怎么来的。这个逻辑我们上节课讲过了，好吧？不要不停的问。谓语啊，是啊，是什么？是宾啊，宾语啊，是吧？嘿嘿，当然这个没法直译了，但它这逻辑就是这样子的吧。那么这句话如果翻译成英文是，就只有主谓宾，你可以直接翻。我们讲过，主干跟中文是一样的，英文是吧？但是，当我们把它变长了之后呢？因为它都带有定语，看见没有？是吧？比如说，靠淘宝女友生存20年的。单身的老王和在东北当扫黄大队大队长。多年的老关撕逼了，OK，各位看一眼，看到没有？OK，根据我们那个公式，是不是这两个主语各自有定语了？那么这个时候，我们是不是得把这两坨分别放到主语后面去啊？放这儿来，然后内部各自倒叙啊，再放这儿来，内部各自倒叙吧，是吧？看懂没？看懂没？这是个病句，哪病了？你告诉我哪病了？AC，这哪病句了？挺好的呀，是吧？靠淘宝女友生存20年的单身老汪，单身汪，和在东北当大队长多年的老关撕逼了，挺好啊，挺好啊，是吧？明哥看第一节课去啊，好吧？前一句明显病句哪儿？怎么病了？你这个明显哪来的？哇塞，你很适合当老师啊！我说，A 明显不对是吧？B 明显不符合题意是吧？淘宝女友还是单身？对，天，不你这个我国还不太承认，就是跟那个充气娃娃能结婚好不好？重复了上节课内容，胡扯！你在怎么听的？天呐，我们是把上节课的简单模型引入了并列，好不好？上节课你看，比如说我再给大家详细解释一下这个过程是什么。你看着啊，上节课我们得知的是这个基础逻辑，对吧？就是主干是一致的，然后状语义是一致的，剩下都是颠倒的，这是上节课的内容，这样子的吧？然后呢？这一节课我们做个什么事情呢？就是两种并列，第一种就是把它完整的扩展为另外一句话，就是句加句嘛，就是那个双黄蛋，对吧？然后第二种呢，就是并没有扩展为两句话，而是在同一句话里面出现了分层，比如说两个主语或者
两个谓语，或者两个宾语，这样子的。懂了没有？懂了没？懂了没？懂了没？所以呢，在这个体系之下，你就能够理解了，就是英文是怎么样去形成的，啊，它的造型怎么来的，这样子你再去看这些句子就比较清晰了。好，好，比如说，我们用按照基础构架，如果没有这个不懂，我这还听不懂啊！天呐，还这够简洁了吧？周小伟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上节课来听了没有？周小伟，第一节课听了没有？还有明哥也是的，第一节课听了没有？我们第一节课专门讲了什么叫定语和状语，专门讲了这个问题，是吧？定语是白勺的，状语是土也的。定语是画范围的，什么什么的什么画个范围。比如说明哥，那我举个例子，他不是他不懂什么叫定语吗？比如说明哥喜欢女人，OK，那么这句话是正确，但是呢意思不完整。为啥不完整呢？因为它意味着明哥只要是个女人就喜欢，管他什么样的女人，是吧？是吧？OK，大娘啊，奶奶呀，都喜欢。那么明哥肯定不服气哦，不会不会啊，我口味没那么重吗？是吧？所以呢，加个定语，画个范围，对不对？是吧？明哥喜欢，比如说什么什么什么的女人，这个什么什么什么的，就是定语。什么叫定啊？画了个范围，明哥听懂没？这叫定语，画个范围，所谓限定嘛。画个范围就叫定语，什么什么的，懂了没有，明哥？懂了没？懂了没？这很好理解的了，是吧？一说就知道了。所以呢，在这个模式之下，我们就能够去看懂各种各样的句子嗯。看这种并列，你看，我们看每一句话，你看哈，所有的句子，就这些词也许很难不好懂它，是吧？但是这个构架是非常清楚的了。Other air-breathing animals also suffer this decompression sickness if they surface too fast。冒号后面是插入语了，这不管它，是吧？那这是主语，other air-breathing animals，谓语。Also suffer 宾语 discompression，其他的吸收空气的、吸气的动物也会遭受这种的减压，减压的这个疾病，两个名词是吧？根据公式，后面这坨往前提吧，要放这里来。如果它们浮出表面过于快，也会遭到这种减压的疾病。这是一个基础逻辑，然后下一句也是一样的。These ancient sea animals got the bends can be seen from their bones。基础造型，看见没有？没任何的这个，就是这些动物获得了这种扭曲、弯曲。什么弯曲呢？这弯曲能够被看到。在哪被看到呢？在它的骨头被看到，是吧？往回一倒就可以了。然后再往后边，这个单词太难了，是吧？我们看这个单词容易点的，就是所有的句子都是按照这个固定的造型来构成的。那比如你看这个。这句话，那么这句话呢？首先，我们这坨不要看，这个不管它。根据我们的公式，这个属于跟句子无关的，就是被两个逗号断开的，这个属于是插入语，是吧？什么叫插入语啊？跟原句没关系的嘛，啊，可有可无的。好，你看，这个是主语，
Marigan 人名。谓语 is making 正在做。做什么呢？做停留 stops。看见没有？这个人正在做停留。什么叫做停留啊？就这个人到处去停下来是吧 ？stops 停下来。那么在哪停下来呢？在大学停下来。哪个大学呢？在全国的大学 across the country。停下来干嘛呢？带有希望。希望做什么呢？是鼓励更多的学生去思考。思考什么呢？思考这个职业。什么的职业呢？在农业方面的职业。各位同学，听懂没？它的中文逻辑是不是颠倒的呀？看懂没有？看懂没有？是吧？所以英文句子的构架都是这么来形成的，好吗？要么就是简单造型的，要么就是复杂造型，带并列，或者整个句重新并列一遍，怎么来形成？好，那么这个造型懂了之后呢？为什么老问这种问题呢？我就这种陈饶同学，我们都已经讲了2节课了，已经，你还不懂我在讲什么呀？我都说了半天了，我们这课是干什么的呀？听不懂啊？就是你必须要，就是作为一个学渣，你想去突破这一点，你必须要进入这种状态，就是哦。我能看懂这个框架了，目前就只差单词了，听懂了没有？这是你必经的一步，这是你必经的一步。OK，行吧，先下课了啊，一会儿有一个别的课。下节课我们把那个就是句子的特殊句型弄完了之后，我们就开始进入到那个单词体系了，好吧？开始刷了就。先给大家每个人发一个那个单词软件的那个刷词的，来先刷一轮。拜拜。你把那个上节跟这节再把它再连一块再看一遍啊，好吧？拜拜拜拜。